卢台长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给我打进电话。啊，你好。我没想到。啊，没想到就一波就波进来了，这个本事更大。我就想问一问啊，就是2012年嘛，也不是一个世界末日嘛？没说，谁说的？这你说的啊？嗯。他就是说那天晚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突然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我说到底有没有？嗯，观世音菩萨，你给我一个梦，都给我一个梦，但晚上我就看到了。啊，看到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，而且这个马路特别的漂亮。嗯，一个也不认识。嗯，都是外国人。嗯，整晚上就在这个马路上就看，东看西看，全都是很漂亮很漂亮。嗯，好像人都不用工作了。嗯，就是好像这个就上天一样的那个感觉。嗯，就这样。也很简单啦，实际上2012年会有些灾难。可能会有些大灾难，但是并不代表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台长是没有任何信息。嗯。啊，根据那个英国大科学家天文的大科学家霍金讲的，这个整个地球还有200年。嗯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也就是2-3代人，那么成住坏空那是肯定的。只要有一个东西出来，它一定会坏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只要生，它一定会有死。那地球有生有灭的，大家这么不爱惜地球，在打呀，在挖呀，在搞核武器啊，在搞竞争啊，在天天破坏生态平衡啊，温室效应啊，想想看这些事情搞的话，这个地球早点晚点会坏掉的。现在已经坏了，地震啊，这些灾难天天有，所以啊，希望大家要爱护地球。但是呢，但是呢，世界末日呢，绝对不是现在啊。2012年会有灾，2012年是有灾难，有些大灾难。实际上这些灾难早就有了，不停的有灾难，70万人死还不叫大灾难呢？地震啊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，啊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，不要去。是吧，制造恐慌没什么问题的，明白了吗？我们人间啊，靠大家的亲和力，靠大家的善良，能够把地球的灾难呢越来越推迟。是，所以说他说念经，修佛的人就会留下来。对对对，要不单单是念经修佛，还要帮助人家的人才能留下来的。是，因为不帮助人家的人呢，是随波助澜。比方说这个地方地震了，你说说看，如果一个地震，上次地震25万人里面有没有好人呢？肯定有的呀，很多好人。但是他问题他不修啊，他是善良，他走了嘛就走了。如果这个地区整个的都是，比方说有给你一个好的优惠了，他们也在里边了，对不对呀？嗯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谢谢卢台长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